来，这就叫做在冰箱捡到一颗胡椒饼，哦，都我好。我来看啊，判断出伊个胡椒饼食食倒。最近想抄，也是要保留一些战力。我等一下就直接影片下方会说，嘿啥，今晚生活日常我要卖直播好啊，想抄伊。好啊，碰着腿干什么东西？吼、哦，王一元，这首歌名叫做《深夜在冰箱捡到一颗胡椒饼被烫到嘴》。我这大食足少的物件，毋知，啊你无甲微波阁袂使，吼、哦，烫什么香肠嘴？那失败了，晚安。